所主办的第二届2019 HECON Defense 企业自安攻防大会。而这次的设计概念是为资安没有假期，资安安全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，在遇到我们的危机的同时，也一样要直接的来帮我们解决的问题。把这个经验累积下来，其实让我们的资安，让我们国内人才，让我们这个资安的一个产业的发展能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。我们这一次的比赛不是一个 close 的 environment， rather 我们这一次协调 TWNIC 给大家是一个 public IP， 所以是一个模拟真实的环境来做一个攻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。这样的一个演练才能够强化防疫跟防护的这个能力，因为只有了解骇客攻击的思维，你才可以做好这个相关防护的这个工作。我希望的不仅是竞赛，我希望各位从竞赛里面学到东西，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再带回你的企业，让企业的资安更能茁壮，更能强大。We'll be right back.